代替的连结跟人才培育，都是我们的科技扎根的重要的基础。我们要当 AI 的主人，我们是当 AI 的母亲，对不对？有一天，台湾最北到最南边的大姐，从东边到西边的所有大姐，从风不远千里而来的，真的是不远的啊！但是除了大姐在三线设备的人之外，我们这一月里看到更多的企业也在三线制作的企业设备的人。当我遇见你。追逐风的去向，它飞过